请坐，请看《菩萨问名品》第六，正教甚深，勤守菩萨记诵最后一首，第十首。如有见虚空，断句不摇动，而言普腾涅懈怠者也然。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呢，给我们说，这是第八个比喻，最后一个比喻，不动变空喻。喻虽知性空，智未有虑，而言辩证以赠上慢人也。这赠上慢的懈怠者也然呐、住得不多，意味深长。佛法之可贵，我们一定要明了。佛教导我们信解行证，一定要到清正才是真实的受用。诸佛菩萨都期望我们能依教奉行，真的是所谓啊，巴不得我们早一天证果啊！证什么果位呢？证如来究竟圆满的果位。佛菩萨才欢喜啊！要想证得，前面是行，你要认真的依教奉行。下莲居老居士常常讲的，真干。能行啊，奠定在能解的基础上。你一定要有圣解，解得透彻，解得明了，你才能行。那么要想得圣解，前面必须有净心，清净信心。这个信心呢，不容有丝毫疑惑。再依照这个顺序，不能够劣等，按部就班呢，能在一生当中成就自己的道业。这个是千经万论啊。本师释迦牟尼佛时时刻刻在叮咛教导我们，那么我们对于所学的、所修的，有没有信心？信心从什么地方建立？说得容易，
做起来是真难啊！啊，我们常常自己反省检点啊，无论是出家在家，是过去还是现在，我们有没有升起过信心？这桩事情不能说没有啊！信心为什么不起作用？信心太少了，不够标准呐！啊，学佛，我曾经问过不少人呢，佛是什么？说不上来啊！啊，你信佛教，佛教是什么？也说不上来。啊，社会一般大众对佛教有误会，啊，这是事实。啊，最明显的、最普遍的，佛教是迷信，佛教是多神教，佛教是消极，啊，佛教不合科学，这一大堆的帽子都给你扣上了，你没有能力反驳啊，也提不出有力的证据啊，反而他们所说的头头是道，确实有证据有事实啊，来支持他的说法看法啊。我在没有入佛门之前呢，跟他们也一样，也是这么个看法啊。所以要不把这个大前提搞清楚搞明白，你的清净信心就升不起来那么这一桩事情要从哪里下手呢？世尊在《阿难问世佛吉凶经》里面说过，啊，学佛第一个条件，清净明思。这个明不是名气很大的，啊，真正有修有证，啊，用现在的话来说，有道德有学问。你要亲近这样的老师啊，这样的老师在过去真有啊。我在年轻的时候有缘分呢，还遇到，还真正亲近到啊。老一代呀，都走了，都往生了。真的，我们佛门的时候后继无人呐，啊，也许有，我们没有见到，没有听说过。真正有道德、有学问的，
修行人不愿意出名啊，啊，藏在深山，人迹不到之处，罕为人知啊！真的有高人啊，我们不能说没有。这些人隐居在人迹不到之处，他的道德、他的学问，对我们有什么贡献呢？那我们看的是小气。如果诸位呀，去看看雍正皇帝的上谕，也许你会开悟。你会点头。真正有道德、有学问的人，虽然没有在这地方展开教化，他居住在这个地方，这一方啊，有福啊，这一方啊，不遭灾难啊，啊，纵然有灾难呢，一定比别的地方轻啊。为什么？道德之人住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在《华严经》上来讲呢，富人居富地啊，有道德有学问的是真正的智慧富德之人呢，他住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就是富地。多少人沾他的光并不晓得啊，所以冥冥当中啊加持啊，这样的人多了都能够加持国运。啊，从前帝王知道啊。啊，所以他拥护啊，他尊敬啊。啊，这个里头大有道理。啊，一个人，我们用现在话说，改变这个地区的磁场，这是大德啊！我们中国人讲气氛啊，转移这个地区的气氛啊，这一桩事情，所以我们很感激日本江本胜博士，他用水试验的时候证明佛经上这个说法啊，因为这个人他是真诚的慈悲呀，清净平等的慈悲心啊，能把这一方不好的这个气氛呢，他能把它转变过来。所以我们称之为大德，有道理啊！啊，那么现在我们说这些话，真正能听得进去、能相信的人不多，但是是事实啊！我在东京访问呢，江本胜博士同意我的讲法，肯定我的看法啊。他做实验做了，今年是十一年了，证明啊，一个人真诚的善心呢，这个地区水结晶都变成最美啊，不仅仅是水，山河大地一切万物啊，
啊，都有美善啊，真善美的这种反应啊。那么在过去，是在讲过去的人跟我们现在人不一样，过去人善根比我们深厚啊，对于古圣先贤的教诲没有疑惑啊。现在这个教学里头是鼓励怀疑啊，不能说他不对呀啊，但是对圣教怀疑呢，麻烦可就大了啊。科学实验里面啊，形而下的这个怀疑有用处，向上一着啊，我们佛门里面也叫疑，所以小疑有小悟啊，大疑有大悟啊，那不疑你就不会开悟啊。但是这个疑啊，跟我们现在讲的意思不一样。我们世间讲怀疑啊，没有信啊，疑了怎么？疑了不相信他了，没信心呢。佛门里面讲疑啊，有坚定的信心。坚定的信心为什么有疑呢？没有正德啊。譬如佛说万法皆空，这个经上也讲呢，如有见虚空啊，这个见虚空啊，就是万法皆空啊。般若经上所说的啊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，我们没有真的了啊。我们肯定相信诸佛跟化身菩萨他们证入这个境界，这个我们一点怀疑都没有。我们怀疑是我们没有看到，我们没有证到，我们肯定会循着佛菩萨的路道路啊，我们勇猛精进呢，一定也会证到。所以佛门讲的这个疑它有限啊，不坏清净信心，这个跟世间人不一样啊。世间人疑就不相信了啊，那不信还有什么成就呢啊。正如同我们清净老师啊，老师的道德修养学问高过我们呢，他给我们讲的许多道理，我们年轻涉世不深啊，对他讲的不免有疑惑啊，但是对老师有信心啊，决定不怀疑老师所说的。老师讲的太深了啊，我还听不懂，我还不能领悟啊，没关系啊。像华严经，华严经很长，这大家都知道，每一桩事情在华严经呢，总会重复很多遍啊。这个是佛菩萨教学的善巧方便啊。是不是每一尊佛菩萨教化众生都用这个方法呢？不一定，这个要知道，佛没有定法可说啊。为什么对我们这个世间众生要这样教呢？他懂得我们世间众生的根性啊，变数少了记不住，变数少了扶不住烦恼啊，一定要变数多啊，就是讲的是常识熏习啊，变数多了
天天熏习啊，天天熏习啊，到有一定的程度之后啊，你那个乏味呀、啊、就出现了啊，就是《论语》里面所说的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”，哎，乏味出来了，乏味就是乏习啊，你对这个非常欢喜啊，真正得到受用啊，身心清安，法喜充满了 啊，这个乐绝对不是这个世间五欲六尘之乐啊可以相比的啊，这个乐里头充满了智慧啊，充满了真善美慧。真善美慧对世间人来讲啊，有名无实啊。啊，在佛法啊，这个修学的人来说呢，真实不虚。啊，你在这个里头啊，得到真善美慧，他怎么不欢喜啊？啊，这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这个人生是包括六道啊，那我们这个还说的还是很保守啊。如果说真实的呢，包括了十法界啊，这里真的是有大乐。如果没有这个乐趣在，怎么能够吸引那么多人来修学啊？我们在这个世间看到这个面很小，时间也很短啊。我们所看到的释迦牟尼佛啊，这个出现在世间啊，给我们说这些这么多的法门啊。释迦牟尼佛距离我们现在用中国人的历史的记载3033年，时间不长啊。啊，那范围呢？范围不出这个地球。啊，这个这么短的时间，这么小的范围人，你看多少人学习？啊，他能吸引这么多人。你要再能把这个范围扩大了。扩大到整个宇宙啊，这是我们现在人都相信的。宇宙当中绝对不会只有这个地球上有人类啊，有这种高等生物啊，不可能只有这一个地球有啊，其他星球上有人呢、啊，有比我们这个世间人更聪明的，智慧更高的啊，我们今天称为外星人。外星人有能力到我们地球上来游历、来参观，这就说明他们智慧比我们高，他们的科技比我们发达啊，这是许多人都相信的。在佛法里面讲，虚空法界，世界无边呐，众生无边呐，啊，诸佛也无边呐。你想想看，这么多诸佛如来，这么多菩萨，在法界啊，变法界、虚空界，无量无边刹土教化众生。要是没有真正的这真善美慧的乐趣，怎么能够吸引这么多人？我们如果能从这些地方去体会，你就晓得这个教学的
伟大。啊，这个教学的真实。啊，对于我们来讲呢，我们一定要认真努力的修学。佛法教学在理论上讲真的是很简单啊。简单到一句话就把它说完了。啊，这一句话什么呢？回归自性。佛法教学就是这个。啊，你看看佛在经论里面啊告诉我们，自性是圆满的。啊，自性只有一个。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。一心一智慧，是列无为一然。啊，真如本性一个。我们现代哲学里的名词说宇宙万有的本体。啊，在佛法里面讲称之为真如，称之为自性。或者称之为法性、法身，都是说这一桩事情。啊，自性里面具足无量的智慧、无量的德能、无量的相好。啊，这都是我们希望追求的。啊，梦寐以求啊，没有些不知道啊。我们自性里头圆满具足，丝毫都不欠缺。啊，可惜的是我们迷了，迷失了。这佛在华严经上说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。啊，如来就是自性本具的意思。啊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的。啊，妄想分别执着大乘教里面称之为烦恼。啊，妄想是无明烦恼。分别是尘沙烦恼。见思是执着的烦恼。啊，这个执着是见思烦恼。这三种烦恼断尽了。自信这个德能相好就圆满的恢复了。佛教所教的就这么一段事情。啊，儒家也有说，没有说的这么透彻。啊，儒家只讲人之初性本善。也说得非常好啊。但是佛把那个本善讲得太详细了。啊，无量的智慧，无量的德能，无量的相好。啊，所以圣贤的教学目标是什么呢？目标就是这个。啊，所以我们一定要通过信、解、行、证。啊，证是得受用，但是你要不行。你就没有法子证。啊，有行呢，那就是步步都在证。啊，好像我们登山啊，每上一个阶梯，上一级，哎，就高了一层呢，跟这个山顶、山峰，哎，就越来越接近了。行跟正是不能分开的。啊，那么在佛法上修学，你真的能够依教奉行，
古德说得很好啊，烦恼轻智慧长啊，烦恼轻是行，智慧长是真。我们想一想，我们的烦恼习气是不是一年比一年少？我们的智慧是不是一年比一年增长？这很重要啊！啊，常常这样反省检点，才知道自己的功夫。啊，佛门叫功恨。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是学习的成绩啊，学习要把成绩拿出来啊。这个成绩不是给别人交卷，是对自己啊。所以佛法称之为内学啊。既然一切众生都有佛性，儒家讲本性本善啊，从这些教诲当中我们知道啊，本性本善里头没有烦恼啊，没有习气，没有丝毫不善。这是我们本来面目，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啊！这个在圣贤面前啊，他们能恢复自信，我们还不能，我们还天天在造业，这值得惭愧啊，这真正是羞耻啊，怎么会沦落到这个样子啊？那么我们总还是有善根，为什么呢？如果没有善根，在这一生当中啊，遇不到真善之识，遇不到正教啊，纯正的教育，纯正的教学，圣贤所讲的纯正的教学啊。纯正也就是他没有丝毫过失啊，这才算得上纯正了啊。如跟佛啊，历代前贤大德所公认的纯正的教学啊，其如之后，你才晓得佛法是纯正当中第一纯正啊。儒家虽然讲得很好，确实给佛法做基础啊，如果想欺辱大臣，你不学儒不行啊。不学儒呢，那一定要学小臣啊。儒比小臣殊胜，直通大臣啊。所以在中国啊，不但是在家的大德，这个出家的高僧大德
我们仔细去看看他们的传记，很少啊，不是从儒入佛，这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！啊，为什么儒家修学那么好了，他还入佛？那佛是更上一层楼啊！他在儒家那里修学造道的时候，世间圣贤，哎，结果一看到这个，哦，还有比这个更高的、更殊胜的。他懂得啊，我们哪里会晓得呢？啊，我们年轻的时候谤佛啊，你要问什么原因呢？没有儒的基础啊。如果真有儒的基础了，就不会谤佛了啊。没有儒的基础是看不出佛教的书生啊，也看不懂佛教的经典啊。那我们是中年的时候，不算中年了，还算是青年的时候啊，二十几岁呀，遇到佛法啊，难得的是有好老师的教导啊。你看老师虽然教我们佛法，没有放弃儒学啊，我们是儒跟佛并重啊。李老师当年在台中一个星期给我们上一堂课啊，佛法上一堂课，儒学上一堂课啊，我们一个星期上两堂课啊，我在台中啊，十年如一日啊，啊，听他讲经，他讲经讲一次，一个星期，每个星期三固定的，啊，在慈光图书馆，啊，我们亲近李老师。一个星期跟他见面只有三次啊，不是天天都见面的啊。那个时候有人说老师教我们的时间太少了啊，一个星期两堂课啊，一堂是三个小时啊，第两堂课我在那里学，我说这个时间对我来讲呢正好啊。为什么呢？如果再多聊啊，消化不了啊啊。还好啊，就是一个星期就一堂这个佛法，一堂入学啊。那么老师他的方法很高明啊，只准我们学一门啊，这不是有两堂课吗？对，两堂课你只能学一门，那个不学的那一门呢可以去听啊，所以我们两堂课通通都听啊，但是自己的功夫呢用在一门。我选的是佛学啊，所以儒家的东西啊，每一次都听，一次都不缺啊，没有把时间精力真正用在那方面啊，我用在佛经上啊。这就是老师教导我们一门深入啊，长时熏修啊，等于说我们的课程有正课有助课，佛家讲嘛，正助双修啊，儒是做辅助的啊，只要懂得明了就好啊。
不必在那上面用太多的时间啊，用太多的功夫。那么对佛法，这是我主修的，全心全力的投入啊，这个才能成就啊！如果同时两门东西啊都要那么样用功的话，我们的成就要打对折，至少要打对折啊！这是真正好老师教学对学生的要求啊，决定是叫你一门一门的学啊，不可以同时学两门啊。你学了之后啊，最重要的对于经义要了解，要透彻啊，然后把你所学的用在你日常生活当中啊，用在你工作，用在你处事待人接物，那就是行啊。啊，行里面呢，一定是自己的毛病习气啊，慢慢就改过来了。啊，天天读佛经嘛，天天在研究佛经嘛。那研究一个过程以后，老师要我们天天来讲嘛。讲给别人听，实际上是什么呢？实际上是讲给自己听啊。我们当年上讲台讲经啊，至少在前面10年啊，我们不敢以法师身份自居，不敢呐。啊，我们对自己很清楚啊，自己什么身份？学生。啊，上讲台的是学生，学生在这个地方做学习心得报告。下面坐的都是老师，都是见学。啊，不敢对一个人有轻慢心。啊，恭恭敬敬。啊，到处啊求人指教啊，我哪个地方说的不对，哪个地方做的不如法啊，求教啊。啊，当然客气的人很多啊，也有真正帮助你的，那不论他是善意是恶意，他的批评我们都要接受啊，要学着能容啊，他说错了也要接受啊。老师教导我们学习的态度啊，接受别人批评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，学谦虚，学恭敬啊。啊，别人指点我，我确实想想是有这个毛病过失，赶快改。哎，没有这个过失，我要勉励自己，可不能犯这个过失，你就会天天有进步。啊，但是你要晓得，我们是凡夫，烦恼习气非常深重。嗯，今天人家告诉我，我明天改了。可能什么呢？哎，有一两个星期不会犯，第三个星期就靠不住了。啊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对于别人的劝告能保持啊，大概是15天了，半个月。我们在《论语》里面看到孔老夫子对颜回的赞叹，说颜回能做到三月不为人，
不违背人。这个话就是说明颜回听到夫子的教诲，他能保持三个月，学生当中第一了。那其他一般人呢，就跟我这所说的半个月十天而已，那毛病就又犯了。第一犯怎么样？退转。颜回不二过，夫子期许他的。世间人绝大多数都犯这个毛病，那怎么救法呢？就是不断的学习啊。现在人根性是大不如从前啊，现在人听到别人宣告要能保持三天就不得了啊，从前人可以保持十天半个月啊，保持三个月的孔老夫子只看到一个颜回。我们怎么办啊？我们自己可以试验试验，三天不读书面目全非呀！啊，唯一的方法呢，天天读啊，常识熏修啊，天天要读圣贤书啊。你才能保持正觉，古人所讲的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，保持正觉的方法不能够间断。另外一个呢，你要缘故啊，所有一切不善的这些东西你要能够远离它啊，如果不远离的话麻烦大，你天天接触圣贤呢，你也保不住自己啊，远离外面的诱惑，远离外面的勾引啊，这是李老师方先生都常常教导我们。这个诱惑力量最强大的电视啊，歌舞戏剧，这个报纸杂志啊，从前这些报纸杂志还有可看性呢，现在报纸杂志报道什么东西不能看呢、啊、你一看到报纸说哎呀天下大乱呢、啊、不看的时候天下太平呢。我们在这个时代要想真正过太平盛世的生活，能不能呢？能啊！我在佛法里面看到的佛菩萨应化在我们这个世界，跟我们肩并肩手牵手，我们住五浊卧室，他住一真法界，什么个道理呢？我们自己有这么多年的这个修持啊，哎，
又得到了体验，明白了。啊，比如我跟许多朋友们在一起啊，朋友同学啊，有时候聚会在一起啊，他们天天跟这个社会接触，啊，每天看电视，每天看报纸、看杂志，啊，我这个东西已经断绝了，啊，断绝了几十年了，啊，没有人来告诉我这个社会上发生什么事情，是一无所知，啊，我天天读佛经，天天读圣贤教诲。那我们在一起聚餐的时候，那不就像这时候这个诸佛菩萨住一真法界啊，这个凡夫住秽土，不就是一样的意思吗？我从这个地方体会到一点味道。啊，所以你不从实际生活当中啊，很难体会。所以信一定要深解，要懂得深解的道理，所以良师善友非常重要啊，老师指路的啊，善友呢同伴呢，菩提道上切磋诸磨很重要。没有善友的话，你有疑问的时候没人跟你讨论，啊，离根四这是愈辩愈明，啊，教学也是个好方法，教学相长啊，啊，不但能帮助人啊，真正是帮助自己，往往比帮助人还要多。不教不行啊！令法决定不能够正果啊！更重要的理明白了，把自己错误的想法看法修正过来啊，教诲能够体会到了，我们的言行就改正过来了。啊，总而言之一句话，诸位必须要记住，事出世间都不例外。见解上，这个思想见解上，宇宙是一体。啊，真的，《般若经》上所说的。啊，宇宙是一体啊，这一体真相是什么呢？真相是毕竟空不可得，这个要证，慢慢去证啊。用什么证呢？用行证。日常生活当中，你要真正宇宙是一体，平等心生出来，清净心生出来了，恭敬心生出来了，能够与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和睦相处啊！啊，我在前面跟诸位说了四个和啊，啊，和睦、和爱。和敬和谦啊，自自然然会谦虚，会尊重别人啊，我们爱别人，别人也爱我们，爱人者人恒爱之啊，敬人者人恒敬之啊，这个现前就得受用啊。那我们一般人讲呢，
人缘好啊，佛法里面讲法缘殊胜啊，都是从经典、从圣贤教诲里面得来的。如果自己光是空谈佛法这些高深的理论，自己对他没有行证的功夫，那就是此地所说的清凉大师讲增上满人呐、傲慢啊，这个傲慢从哪来呢？自己没有证得，以为自己证得了啊，这个叫增上慢的，这是懈怠呀，这是障碍呀。你往上提升就非常非常困难啊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好，时间到了，这手机我们就介绍到此地。